容器去接着下面那个，要将气开一下，要升上去，因为现在它掉下来就太低了。放在这里接住，然后按清洗，就会将它排空。因为管子里面没有空气，就把清洗干掉，然后再第二把水干掉，第二个每一个都排空一下。这边已经收入了理想灌装的液灌装量144、247、344，然后我们就每一个测试一下，跟那一个称一下每一个量口，将这个容器去除，然后接一下灌装头一这里的测试，写一下，它就会出一次的量，我要测一下它出多少，46.3，然后我们现在直接在这里输6.3，再测。6.0，但是这一次可能不怎么准。然后我们来试第二个头，大概灌装个4-5次，取一个平均值，4.1，谢谢。6.0，它只是增加6.0的话，这里就是6.0。然后到第三个，6.2。6.1左右，然后我们就升到6.1。
会再来，再来一个重组，在自动这里将，如果不想浪费盖子的话，将这边关掉，你打开三个罐装，然后我们就把这个也关掉，不要进瓶，然后上一个瓶子在这里，灌完的时候整瓶子把它拿出来，然后我们先测一下一个空的，一个空的是气瓶。0.2，然后我们测试的是大概0.5毫升，那个0.2的差了，那你可以在这里，在这里调整一下，比如现在就多了嘛，多了你就要在这里输那个0.2，因为输越多了，它你把那个量加大了，它才会减少。然后我们把水灌了，灌装两个是一样，然后我们拿出来。